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是12月16号礼拜四。好，现在的话我在打这个试炼副本，好，90级的。好，我已经非常久的时间没有打这个试炼副本了，那会来打，好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只有这个试炼副本，好，才会掉这次活动合成的道具啊，好，会掉这个未知图纸，好，主要是为了打这个东西啊。好，有这个东西呢，我才可以做那个潜能精魄，好，才可以做这个潜能精魄。哎呀，点错了。好，这是这个潜能，好，潜能的这个装备，好，这个的话在这边，好，各位朋友应该都知道吧，炼造房合成，然后道具，好，这个 Vivo， 好，应该 Vivo Y765G 啊，好，就是要做这个东西哦，好，因为我目前的潜能精魄加速值并不是我想要的。好，那我们这次的队伍啊，好，给各位朋友看一下，有这个卡勒佛、玉铁熊法官，还有这个卫所红绿灯、肥猫猫，开心就开心。好，每个都是高手啊，每个都是高手，好，应该都是其他伺服器的高手。等一下，卡勒佛说法官偷偷来哦，然后他发了一个圈圈，现在是第几只啊？好，看一下有什么好东西好了哈，综合。目前的话还没有什么好东西，目前已经打到第四波了，好快，好，速度真的很快啊。哎、欸，有人跟我问好，没看到，对不起。啊 ，hello， 好 ，hello， 刚刚没注意到。讯息，好，那个打几次都没关系啊。哦，问一下好了哈，你们要打几次？你们想打几次啊？好，问一下好了哈，我是都 OK。卡勒佛说：“妈，我上电视了。”好，因为记录一下，因为 我以前第一次打的时候没有通关哦，没有通关。好，那这次的话，我等级啊已经大幅提升了哈。之前打的话是试炼副本刚出，那时候只有探勘而已。好，那后来就没有打了哈。那等一下，卡勒佛说他可以打五次。好，为了守红绿灯，哎，他没有表示，问他就只打一个晕眩的图案而已。好，我都可以奉陪呀、啊，我都可以奉陪，因为我现在小朋友在写作业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有在写作业？你写完了哦？哦，好，他写完了，好吧，好，他可能晚一点就会找我了哈、哦。等一下，他说什么？我一个晚上七次。好，这个应该指的是那个事情哈。这个看我频道的有些是小朋友，好，我们就不要多说了哈，知道就知道。好，第一印钞，我天哪、啊，他这个开心金牛怎么卖不完？哎呀，我记得他已经卖了大概有十几只了吧，结果我现在看还在卖。好，之前可能开很多啊。好，补这个金元宝，他主要目的应该就是补金元宝，因为他一个月的话都会花个几万块在这个游戏上面。这段会播出，请自重。好。那这个副本的话，好像是，十五分钟吧。十五分钟的话，有机会吗？我看一下好了，现在第几轮了？现在是第七波了，所以要打完的话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法官都十二次，我问一下好了，你们原本都是哪服的、啊？这个圣域的话，我知道圣域的话，这个开心就开心的话，它原本就是青龙服的。好，但是卡勒佛有选说法官跟卫所还有飞猫猫应该都是 S1、S6的。好。好，现在是第八波了，哦，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。我待会拿到之后，我就要立刻做那个潜能精魄了。第八波何以？我问一下好了，应该都是 S1、S6 吧？佛爷、法官哥、绿灯哥、飞猫猫，哦，佛爷、法官哥、绿，佛爷哦，佛爷、法官哥、绿灯。哥、哦、还有毛哥，你们原本都是 S1、S6 的吗？你们原本都是 S1、S6、哦、因为不确定啊，我不是很确定，因为有些人会改 ID 哦的吗？哎呀，我怎么没有在打？可恶，我在跑来跑去啊！哦，应该点全部怪物比较好，因为每只就是他换网的时候哈，如果说我点网的名字的话，他换网的时候他就不会去锁定了。法官的话原本是 S1、S6 的，哎、欸，武魂登场前两分钟，哎呀，问一下你们要打你们武魂要打，你们武魂要打吗？哦，如果要打的话就等你们了，我先看一下这次武魂是什么好了哈。这次的武魂是周宇跟小乔，小乔的话应该蛮多人会想打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报名完毕了，看错了，报名完毕了。
肥毛毛是 S 四的、啊，哦，肥毛是 S 四的，所以佛爷、法官哥跟绿灯哥是这个好 S 一 S 六的，真的来不及，来不及了。现在是第十波了，好，第十波了，哇，真的轻松好多，好，跟刚出的时候打，哎呀，弟弟你在干嘛？那什么用姐姐？等一下，哦，小朋友，啊？哎呦，没事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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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弟弟，你那个安全帽先放外面，不然的话你那个头太大会撞到别人，好不好？你先放着，你先放着。好，现在是第几波啦？我们第十二波了哈，精英试炼的张良。时间的话还有八分钟，速度非常快。魏所恒在说什么？说我说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。他说我讲话好客气哦，对啊，因为我对啊，我学庆哥的，因为我们是不是记得庆哥讲话都会加个哥加个兄弟啊，啊，他讲话都会加兄弟，讲话都会称兄道弟，好，称兄道弟，称兄道弟。好，这样比较像家人一样啊，好，加个哥加个姐。哇，佛爷说他有看我影片，我非常感谢，我的影片其实还蛮无聊的，我自己觉得，因为我的影片主要就是为了就是做记录而已哦，做记录而已，并没有什么爆点。好，因为对啊，其实我还蛮喜欢做这种日常记录的，因为有些东西哦，你后来再翻出来看，好，你会很感动。哦，很感动，就是原来那时候的游戏环境是这样子的哈，还有那时候的朋友是这些，好，那在这个过程中啊，有些朋友可能会退坑，那当然也会因为合伙关系交到新的朋友，就真正新的朋友，哦，那做这些记录过程我是蛮乐意的哈，蛮乐意的，蛮乐在其中的。好了，第十三波试炼流屁，好流屁，你不要哎，对，不要不是流屁啊，力比较少出现的哦，我跟他讲一下好了，因为我妹在上班，好，常常要加班到晚上九点，哦，因为她在一家做雷射切割的工厂工作啊，哦，那我妹的话就是需要包装，哦，还有需要就是协助一些事情，因为她当助理嘛，哦，当助理需要一些事情哦，所以有时候会搞得比较晚一点。来我家也不错，要来数吗？好，在五谷就很好了，因为五谷的话蛮多以前的好朋友哈，一起努力哈，所以就暂时不换了。好，我们恭喜这个阿斯啊，哦，值99点获得周瑜宫颈魂，好，恭喜。好了，第十五波张角了，好，第十五波张角了，我看一下好了，我要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打到什么好宝啊，好，不然我怕有打到好宝，结果没有看到就忘记说要分了哈。我看一下我自己好了，我自己是没有好宝，我自己是目前还没有好宝。哇，这个速度好快！然后到处哦。对啊，好像我跟他们讲一下好了，之前卖饭团。好，卖饭团一个月，好，净利10000多，好，而且非常辛苦啊，做餐饮业真的很辛苦哦，缺人养。好，还有5分钟啊，我们的效率真的非常快啊，所以说要连续打5场不是很困难的事情。卡勒佛说饭团是谁？好，我帮你打开，我帮你打开，来。我打开了，给你。哦，他问说，好了，打完了，第十五波通过了。哦，非常感谢这些好朋友。好，我们继续打下一场。好，继续打下一场。收下奖赏，太棒了，获得了未知图纸了。OK， 那出去之后就是接着下一场了哈。
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要卖东西好了。啊，算了算了，直接进来。哦，进去喽。我问一下哦，进去喽。进去喽。哦，刷的速度算蛮快的、啊。OK， 开始试炼。好、哦，又进来了，又进来了。好，全部怪物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做的哦，试炼房。说错了，炼造房。合成道具 ，Vivo Y765G， 合成。好，希望可以一次就做到紫色的、啊。好，看一下哦，看一下什么颜色的。哎呀、啊，东西嘞？哎呀，白色的、啊，所以它做出来，哎呀，我吵架。所以它做出来固定是白色的哈、哦，所以一定要多做几个啊。好，没有多做几个的话，你就无法重铸了。好，你就无法重。哎，它做了、啊，我也做了哈，我也展示一下好了哈。哦，都白色的哦，都白色的，哦，要多做几个来重铸，哦，要多做几个来重铸啊。好，你小心啊，不然你不要再撞到桌子了，好不好？拱都，哦，都是白色的。好，重铸，我看一下哦，炼造房。在这边。哦，如果说各位朋友你们没有相同的这个东西的话，你们可以用名将之魂了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有点浪费，有点浪费。名将之魂很贵啊，很贵。重铸一次的话要30金元宝，哦，也不便宜。哦，那也需要这个洗破斧。哦，洗破斧的话应该蛮便宜的。哦，之前的话福袋出很多，好吧。好，那我就记录到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是接下来要顺顺的打五场的。哦，打五场。等一下哦，法官说什么？饭团说制造业。哦，他应该是要打制造业。好，目前是制造业，本来是服务业。好的，都没有输哦，都没有输。哎、欸，他打不出来，我打得出来。不是加速器，我们家是这个怎么讲，就是要领补助的哦，领补助的家庭哦，不是。好吧，那我先记录到这边啊，各位朋友，祝福你们玩得愉快啊。好，先这样子啦，拜拜。最好是啊，玩这个会愉快的。